嗨，你是别人的粉丝，你上抖音就看见，挺好的。进来的宝宝帮忙点下赞，给你们搓澡，搓澡子，超可爱，你就加个粉丝团。欢迎小白，有点亮吧？没有加粉丝团的加一下。进来的宝宝帮忙点一个赞，我们刚开啊！欢迎花五岁，我又来了，欢迎贝贝。没有加粉丝团的加一下，谢谢点赞。进来的宝宝帮忙点一下赞哦，点一个免费的赞好吗？主播你在哪个城市？我们在广东。欢迎暴风。小白，你也是别人的粉丝。就往回进城的群，应该要偷回。你要偷回。一会先在去话，我也唔在打偷回。偷回是。一旦要偷回。他说偷回。西路发错，肯定要偷回。嗯。啊？成都我发错了。人气票的算一下人气票，给我攒点人气，人好少。进来的宝宝帮忙点一下赞，谢谢分享。我也在广东啊，在广州。你在广州啊？离我们四个小时。哪里用四个小时？开车就用四个小时，坐高铁就两个小时左右。谢谢送的灯牌。那你要停的。为什么要停的？你。路边一直开四个小时，不要停了。对呀、啊。谢谢送的灯牌。你在上海。我猜你在潮州呗，不对。我们不是在潮州。谢谢送的灯牌，进来的宝宝帮忙点一下赞。算一下人气票。你们会？你的在中国，对呀，我在中国。进来的宝宝帮忙点一下赞，给老乡支持支持。
小星星。阿姨，阿姨手机号码多少？也出滴点，娘妈。你这是特效吗？不是，我们戴的是头壳。我朋友来了，你朋友是哪个？谢谢送的你最好看。进来的宝宝帮忙点一下赞，帮我们攒一下人气。你朋友是谁？欢迎新进来的宝宝。法法历史什么法法历史？进来的宝宝帮忙点一下赞。怎么没更新了？因为我们的摄影师他摔到手了，没办法拍。谢谢点赞。就因为我没更新，直播人就这么少了吗？就只有个人了，天哪，要醉了。你就什么？我已经解释过了，不想再解释一遍。谢谢送的小星星，谢谢蓝月阳。进来的宝宝帮忙点一下赞好吗？帮我们攒一下人气，有没有人气票？有人气票的帮我们上一下，没有亮灯牌的亮一下好吗？他喜欢 cosplay。送的小星星，我不露脸。我的爹爸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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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还有另一个小姐姐吗？怎么了？走了，回去看大海了。您给个关注，加个粉丝团。咋看见东西？眼睛看见的呀。谢谢关注，打不打 PK？ 等一下输了，你看我直播间这么久没更新，就是十一个人。我很好奇你怎么看到外面的，打我就不刷了，肯定要打的呀，只不过不是现在，现在才九个人，谢谢送的灯牌，六弟六弟你放学了，明天和后天是不是不用读书？欢迎朱笑。渣渣呢？不能，我比较喜欢这个。闷吗？你都没有关注我。欢迎送人头的回来了，星期六还是星期三？你有住宿吗？快没懂币了，那你点点赞，给我加一下人气。现在才十三个人，总是怪夜晚变了样，轻轻陪在月亮的身旁。罗锤说是什么？谢送的大啤酒，主播你是有开店的吗？怎么了？你要给我买衣服吗？我先下了，爸爸。谢谢送的墨镜。哈哈，后面你有没有加灯牌呀？哈哈。你们这些东渡萧公，这些人都没有亮灯牌。还有没有加灯牌的加一下？东
心动。谢谢送的灯牌。你穿的是六级套吗？什么六级套？欢迎加入粉丝团。谢谢彭于晏送的玫瑰。欢迎流浪的小跟班。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我，谢谢送的紫鹤。你都没有关注我，给一个关注，点一下。等我们的摄影师好了再来。我有钱，我一定要换个好手机。都听不清你说话，你关注我你就听得清了。可以摸摸你的小脑袋吗？你过来就给你摸。哦，我什么？我什么？哼，你把你的手机给我吧。怎么粉丝这么多？我最近没有发作品，人就更少了。谢谢关注。每天都是粉色系的吗？不是啊，是我这几天没有拍视频，然后就没有换头发。
不客气，加菲什么加菲？主播有喉结，每个人都有好吗？换个假发行不行？换个假发就要换衣服吧。今天没有吃吃吃吃是什么？是滋滋？什么滋滋？主播几个头壳？可为什么你没有亮灯牌？我有好多个。走了，你抹走，你看得见吗？你给个关注，我就告诉你。穷，你14级，你亮一下灯牌你就穷了。好看，好看，你还叫我换。明天上课，明天不是星期六吗？怎么还上课？不是吃吃还是吃吃芝士的芝。小黑子，你为什么发个笑脸？终于见到六弟了。六弟，六弟，我直播间的人都认识你了，六弟。你有没有分了？嗯，我天天等你先。你咋给我看？没咋给。你咋等我来给你看。你找领导嘞？女孩纹身，女孩就不能纹身了吗？算了，只能花我1块钱带来了。哎呀，你都不给我亮一下灯牌。有责任。我的妈！我在想，如果你头壳突然掉了会怎么样？什么？那你就关注我，等到我掉了。刚刚有谁找我？其实之前就经常刷到你，但是一直没点赞、没关注，不是针对你。那你现在关注我，还给我亮灯牌，我是不是好幸运？科尼终于舍得送灯牌了。明天初三分钟，你真可怜，明天还得读书。开学新人设拽姐，芝芝终于说话了，他有事了，1块钱大洋，1块钱，一个灯牌1块钱，打错了，好尴尬。打什么？打错了，女孩就是你纹身。男孩也可以纹啊。我在想要不要花1块钱代言，花啦花啦，欢迎四来运转，真服了。一个灯牌1毛，1毛，那你们怎么说1块钱呢？我都不知道多少，不高的男神。年轻不懂爱，你都不给我亮灯牌，你不高冷。宝宝，我能了。家总，你也没有给我亮灯牌，怎么有男孩子的声音？芝芝的哥哥在和他说话。女孩纹身不是好女孩。谁说的呀？谁说的呀？还有女孩子抽烟喝酒呢，她们就不是好女孩了吗？有好有坏的好吗？不能看这些的。六弟走了，六弟走了吗？我不知道。谢谢送的人气票。没有关注主播的，关注一下未成年。谁未成年？宝宝。我见过你视频露脸，我没有露一整页脸来。你们想象一下，我下半张脸是什么样子？你说的怎么了？你不能有这样子的偏见。
纹身、抽烟、喝酒的，有些很专一，然后那些看起来乖乖的也很渣，然后有一些人都不做家务，有一些喝酒什么的都做家务。我都说了三次了，那你一天给我练一个灯牌，1块钱而已嘛，1块钱只能买辣条，今晚还得早睡觉不开灯。我不用上学，抽烟喝酒看家家。虽然我不抽烟喝酒，但是我觉得抽烟喝酒的女生就不一定是坏女生啊。主播不工作吗？现在还是没有工作。喝酒，我希望你长大的时候会说这些话。你长大你就不要学抽烟喝酒哦。我的1块钱大呀，悉尼普通话不太好听，好羡慕羡慕。你好好读呗，叫什么？我还在原地。你终于进粉丝团了，晚上去找你。你知道我在哪里吗？你不要管我，你以后不能抽烟喝酒。看家家的都对我不好，什么对你不好？你知道我长什么样吗？主播学历多少？我学历不好。你们抢红包，然后给我送人气票，谢谢家总送的小心心。就要抽烟喝酒，你自己说抽烟对心脏不好，我肯定知道，因为在梦里是在这之所以。我肯定知道，那你知道你觉得我好看吗？我想听好听的，你要听什么？我是男生，你又不是女生。对，在白日做梦。叫宝宝，你连个墨镜都没有，我都没有要求你们来个法子。你来个华子，我叫老公都没问题。好看归好看，但我养不起。那你就来看我直播，100万赞露脸嘛，是100万粉丝。刷一下人气票嘛，直播间都没有人，15个，好伤心，好难过。对呀，你闺蜜呢？她刚才有说话，
之前在头壳的时候不小心路过，没有哦，没有路过哦。欢迎假面骑士，欢迎东，你闺蜜，闺蜜，闺蜜有很多。华子，华子，华子就是嘉年华。他在这里，他在旁边。没有，我没有漏过，注意了。什么注意了？什么注意了？什么红包？红包？哦。我先睡觉了。我就不用上学。这个凌霄，混到粉丝团六级，对你有什么好处？大家不是，大家凌是什么意思？你成年了，你肯定不用啊。那我不用读书，你羡慕吗？亲爱的，以后就不羡慕了。谁说成年了就不羡慕了？你做干嘛？还没得电啊？还没得电啊？这干嘛成功了？我扯你的扯了！我先打开包啊！你扯吗？跟你好说，我给你扯进来。你扯这个？我给你扯，是蘑菇街的。你扯吗？跟你好说。有个朋友帮吗？一包。全部有没有跟你聊过没事突然来吹了突然来吹过了我可能来聊过啊你天出去新加坡你知道吗咖啡的那个草莓的那个你在英语没有相信相当的，就阿不会改人买。
今天飞过去，唔多发出个啥？我是你。唔知，我唔知能该怎么想啊。你做看嘛，看到嘛的，你拍什么东西？哈？你拍什么东西？我一拍就飞了。哦。讲普通话，你听不懂交通话哎。那你充电的，我卡了吗？没有。我不信，我真的听不懂。这个是我们家乡话，你听不懂。来呀，黄家欢，你们都是哪里的呀？怎么我一直停在一边？直播间的人我卡吗？不卡吧？你说青涩最大初。主播说广东话，我不会，我会说潮汕话。余顺，你怎么那么懂？头壳一个几元？你？我拿几块钱给你去买一个。不然为什么经常刷到你？欢迎 K， 原来如此。主播，你会讲长沙话吗？我不会。谢谢送的小星星，点亮一下灯牌。我秘书给我打的玻璃，一个是普通的。我是广东的，欢迎十七点的愿望。谢谢送的灯牌，你们上一下人气票吗？直播间的人好少啊。我这个是半包的。
赞赞到三千。点200就能3000了。CIG， 对呀，不知道为什么直播间的人这么少，你们快去把你们的亲朋好友呼唤来看我。乱讲，肯定是你们老师给我一次性点好多个赞，让我被限流了。现在送的你最好看，粉丝不知道都在干嘛，都在潜水。关注我，然后直播就不来看我。你们也会这么物质吗？看不到脸就直接走了，一点意志力都没有，要坚持到100万才能看见我。主播收到的最大的礼物是什么？应该是飞机了吧？对，我觉得这样子比较有神秘感，挺好的。我要黑化，你为什么要黑化？小黑子变身，你为什么要蔡徐坤的小黑子？蔡徐坤得罪你了吗？你为什么要变成他的小黑子？欢迎云溪，你为什么要黑我家的？你喜欢蔡徐坤吗？油饼吃不吃？我不要太油了，我要吃别的。最近为什么没有直播？我前天晚上有直播啊，我前天晚上有直播，然后就昨天没有直播。小灰灰，你都不给我一个关注，请你理智一点，怎么理智？我家哥哥下蛋你别吃。什么？欢迎小文。油饼，你们一人请我喝一杯奶茶，我要喝瑞幸的奶茶，我要喝瑞幸的奶茶，听到我的呼唤了吗？什么歌？好像叫那年，那年。我说你们说的这些我都不吃，一人给我一杯奶茶就好了。谢谢冷七送的小星星，热拿的歌最好听。冷七，你都没有加粉丝团吗？冷七，加一个粉丝团，加一个一毛钱吧，我不知道，我又来了。
这能看见吗？可以呀、啊，我眼睛聋了，听不见。搞什么？搞什么啊？叫你加一个粉丝团啦、啊！你们没有加粉丝团的加一下、啊，谢谢你加入粉丝团。可恶！你们快去帮我呼唤多一点人来，直播间才十个人。他们老是刷完灯牌就潜水了，我真想让你闺蜜把你推回去。你看他听你的还是听我的？这个眼睛能不能摸？可以呀、啊。眼睛不是透明的、啊，换头了吗？没有，你有看到大明吗？我个阿妹，阿妹啊，阿婆点跟那有误会，叫我们免烦恼的那种，有误会就误会，你买那个是不会以外长，伊那他们能那么厉啊？唔厉的啊，真的，不会就害家都上班吼，伊就买来长长听的。可能我是叫你的心碎啊，快吗？不是啊，快了又好了，快了无语无语无什么语，我挂经理谢谢送的灯牌，北辰，我是广东的。再喜欢的就是说过爱你，只是你我没激情。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是我爱你，只是你。怎么？你要变成我的小兔子吗？今晚难得那么早直播，你们都不点赞支持一下佳佳吗？谢谢送的灯牌，我点赞了。
点赞了就好。今天送的大啤酒，竟然是宝宝帮忙给人下赞。什么时候开播的？9:30。你寄一点点给我吗 ？Hello， 你好。你好。哎，玛卡巴卡，我们要玩什么呢？输了话我就开。那过程呢？过程不玩。好的，那过是过百哦。好。好。哎，玛卡巴卡，你不是出去浪了吗？小姐姐没有我好。啊。谢谢送的会火，要不我去下这连战器和连战也可以啊。谢谢送的人气票，家人们帮忙上一下票。我送的人气票，家人们帮忙上一上票，欢迎加入直播间。你比天气走路，分享，你分享给谁了？那我就勉勉强强送你个礼物吧。那我要飞机。谢谢送的人气票，有票的就上上票嘛。哇，对面100多了，有没有大哥上上票？没有大哥给我怒上票吗？是真的退，你退了我就不理你了呗，你退了我就不理你了。先送的人气票，对面100多，你们都打不过吗？无声无色敷衍，翻过山巅跟我翻对眼。哎呀，家人们帮忙上上票，怎么才41票啊？我点100多票，你们都打不过吗？要送我就整。有没有大哥帮忙上一下票？谢谢送的人气票。你某了，连100多票都打不过。你某了，你某了，你某了。大家都在看，我尽力了，再见。你不会留下来点点赞吗？这个主播做的有点可怜，连100票都没有。不要睡觉去吧，怎么可以睡觉呢？别睡啊！直播间怎么剩下6个人啊？
着你的心田，无声无息无言。我截个图吧。喜欢舔这个脸吧。安对哦，六六，嗯，停车连白痴呗，没关系，等我做了，我看一下，到时候给你们，拜拜，给你们寄一点。这几号的几号中秋节啊？几号中秋节啊？我看一下，看一下日历。下次我再叫几个人过来，你们珍惜看吧，我要停播三天了。那个上上跳，怎么了？你不再看我一眼吗？我要停播三天哦。好吧。不看你就要等过几天才能看到我。直播间的人变成了六个，我已经醉了，没有播下去的欲望了。我睡觉去了。你走了就剩下五个，笑死我了！笑死我了！拜拜，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拜拜。零三个音量。嗯，那种我们班我开两三米啊，我等我上两米的，上两米的，两米。你其他人家都说说了的，再多两场。你等我听课。可心的，哦，哈哈哈，三个。真的，下午，差不多了吧？剩下六个人，你觉得我有播下去的必要吗？没有，六个才刚刚。不用说，不用问，就明白，就了解，每一刻都想永远。这个云溪老是跑来跑去。我们的永远，我们就三十分我就下播吧，我们是醉的，从龙就难，难是什么的夜，来来又走走。阿女医生不是我先吃啊，我问你呢，问你朋友，我问你不去啊。哦，怎么想你？想那么想你？我问你发起没有想你。你体会我的感觉，不用说，不用问，不明白就了解。每一刻都想永远，我看着每天多少时间轮序。从哪里看外面的啊？孔明恒吗？不是，欢迎事来运转。别别别，我退一下再来就下播了，上车了什么？欢迎左左，没有加灯牌的加一下哦。算了，我再播五分钟。你们再不出来说话，我们就要三天没有播，你们就三天看不到。赶紧出来说话啦！你们不说话，我们就下播。
时间能去远方，想多一点我们的明天。哈哈哈，怎么那么长的哈哈哈？是不是几个麦？没有加灯牌的加一下。好吗，家人们，加一下灯牌。提了卡通，比了个鸡。这么长，指甲上没方便吗？方便啊，为什么不方便？为什么像直播啊，像你？不行吗？不行吗？白天直播你也不看，晚上直播你还笑脸。我们晚上直播爱着你了吗？告，准备告。谢谢点赞。怎么回事啊？都是怎么回事？没有人要说话了吗？没人要说话了吗？可能怎么有没小的？我那个哎，传个哎，你们都是哎，那个哎，服我呀。唱不掉啊！没有加灯牌的加一下，加一下，没得输哦。你读书了吗？你还有读书吗，小灰灰？谢谢点赞。这个点不应该啊，为什么这么好认？你读几年级呀、啊？还是怕饿？佳佳被气到了，老是打嗝。六年级，我的天哪！你是零级的。没有加灯牌的加一下，谢谢你们。我是10后，我是00后，我是20后了，我今年2岁了。数五秒，没有人出来说话，我们就下播。一、二、三，上学好麻烦。还有人吗？五，下播吧，拜拜。你们以后见不到佳佳了。拜拜。